理，物理生活，这样讲你就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倩，我是浩伟老师。小倩啊，是你平常国庆假日你都在做什么？白天的时候啊，以前要转播喽。那晚上呢？晚上当然是私人时间啦。那会去看烟火吗？有哎、欸，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都会带我去看烟火，然后是水门外，所以哦，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那烟火的爆炸声超大声的。哦，爆炸声超大声。嗯，那你知道烟火是怎么来的吗？烟火是应该是因为它有火药吧？是有火药。那除了爆炸声之外，你还会感受到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每次看到色彩缤纷的烟火就很开心啊。哦，色彩缤纷。那你喜欢哪一种颜色的烟火？哎呦，看我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知道了，好吗？该不会是红色吧？看这么明显。那既然是红色烟火，你觉得比较漂亮？哎，那你有放过鞭炮吗？有啊，小的时候也常放啊。我最喜欢放冲天炮了。那放鞭炮，鞭炮里面是不是也是有火药？肯定的咯，不然它怎么会有这么大声呢？哎，那鞭炮有火药，那刚才烟火也有火药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怎么会烟火会有五彩缤纷的颜色？哎，真的耶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。那它的颜色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啊？那我们看一下哦，其实烟火在爆炸的时候，除了这个火药之外，它每一层之间还会放一些光珠，那这些光珠就是让它产生缤纷颜色的来源。哦，原来就是这些光珠啊。那到底光珠是什么啊？在讲光珠是什么之前呢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有没有印象中我们今天在燃烧的时候，那个东西燃烧之后那个火焰的颜色会是什么颜色？让我想想。火焰的颜色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啊，会是以前去露营的时候，然后晚上大家都会在那边烧柴火，为了要取暖，所以那个颜色我印象中应该是红跟橘吧。红跟橘，就像这种颜色吗？哎，对耶，就是它。哦，红跟橘。那你有没有看过瓦斯炉燃烧，那瓦斯燃烧的颜色？当然咯，开玩笑，我是良家妇女耶，每天晚上都要做菜。所以我当然知道瓦斯燃烧是什么颜色啦，蓝色。哎，真的就是蓝色。哎，那瓦斯燃烧是因为燃烧瓦斯会有蓝色吗？那刚才你讲的那个萤火是因为燃烧木头，木头，所以木头就呈现刚才那个橘红色，橘红色。哎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燃烧不一样的物质，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颜色的火焰产生？真的耶！除此之外呢，其实燃烧不一样的东西，一些金属也会有不一样的颜色哦。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在上个世纪。不是没有闪光灯吗？那个时候不是摄影师在摄影的时候，都会拿那种什么？有，我有印象，就是电影里面常常演的。嗯对，然后为了要把大家拍得美美的，所以呢，它瞬间啊需要有像闪光灯一样的效果嘛，所以我印象中那个是白光。那个是美光灯。光灯，对，就是这个美光灯，所以它打出来是不是就这样亮亮的白光？对，就是要把你拍得美美的咯。对，但不要忘记那个美不是那个美，是这个金属的美哦。所以是化学元素表的话，它是 Mg 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 Mg 这个美，不是 Ng。那这个美呢，它其实它燃烧之后就会有这种很亮很亮的白色。就跟刚才前面那两种颜色就有很大的差异。那其实除了这个美这种金属拿来当灯具之外，是哎，你有没有印象中有没有别种颜色的灯？让我想一下，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回家超累的，然后我印象中路灯它是暖色系，就是暗黄色的。哦，就像这个样子，暗黄色。嗯，啊，其实路灯会之所以会有暗黄色，其实很多绝大因素是因为它燃烧不一样的金属是钠金属。哦，原来是因为钠的关系啊。对对对，所以会产生一个黄色的颜色让大家看到。了解。所以刚刚举了这么多例子，真的耶，不同的金属它其实燃烧出来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。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啊？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比较偏学校生活。我们在国中的时候有玩过一个东西，就是拿这个铜去做燃烧。那你有没有印象铜燃烧是什么颜色？哇塞，国中离我太远了啦，好吗？的确啦，是有点远啦，那猜一下好了。如果我猜的话，看到这个画面上铜是红色的，我会觉得如果燃烧的话，它应该是偏红色吧。红色，好
好可惜哦，你猜错了，是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你知道什么颜色吗？蓝色。可是哎，老师这样也差太多了吧？嗯、是真的蛮差蛮多的、啊，这样怎么记呀、啊？嗯，就只能十倍，太难了。不会啦，真的有做过实验应该就会记得啦、哦、那其实它是一个蓝绿色的、哦、铜是蓝绿色的。嗯，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不一样的金属其实燃烧出来的颜色就会不相同。嗯哼、哦、所以我们刚才讲回到刚才讲那个光珠，今天这个烟火可以有这么多五彩缤纷的颜色，那个光珠里面就是放一大堆金属盐类让它去燃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才会燃烧以后产生这么多不同的颜色，让我们在看烟火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。对对对对，所以你会看到哦，五彩缤纷颜色，其实都是靠这些金属盐哦。了解。嗯，好，那刚才讲过这么多金属啊燃烧的颜色，那现在考你一下，好吧？好啦，我挑战一下，看我刚刚有没有专心在听。对，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哎，你看看这个什么颜色？黄色，黄色、嗯、那你觉得是什么金属？让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。哎，刚刚有讲过，就是回家的路途很遥远，所以刚刚老师说的路灯是钠。嗯，钠哦，对、嗯，真的就是钠哦，钠金属 Na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下一个。哎，这是什么颜色的？蓝色，蓝色。哎，还记得蓝色是？哦，这就是我刚刚猜错的那个，我说超难记的，它是铜。哎、欸，就是铜，对吧？哎、欸，真的是铜，我记住了。嘿，铜的眼泪。好，那再来最后一个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颜色的烟火？白色。哎、欸，白色，白光。白光，白光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？就是刚刚说到的闪光灯，所以是镁。哎、欸，碎、欸、啊，真的就是镁了哈 ，Mg。那所以我们发现金属燃烧的颜色，刚才有讲过了，黄色是钠，那哦，那蓝色是铜，铜啊，刚才讲过的白色会是镁，镁，哎，除了镁之外，我们其实有时候光珠里面有可能会放哦铝或钛的盐类，哦、嗯，所以不是只有镁燃烧会是白色，那还有呢，就是像这个银色，银色其实跟白色很接近嘛，所以也有可能用镁跟铝。哦，了解，哎、老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刚刚喜欢的红色嘞，你还没有说到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哎，红色其实是用锡金属，锡金属 ，OK， 是用锡金属。那除了红色之外，哦、还有就是这个橘色，啊、那橘色它是用钙金属，橘色是钙，哎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绿色，绿色，绿色我们会用钡金属，绿色是钡，钡金属。那最后呢，这个紫色也是用锡跟铜混合以后发出来的光。好，那下次啊，我在看烟火的时候。可能我就会看到红色就很开心的拍手大叫嘶，然后看到绿色的时候开心的叫贝、好像不错哎、欸，这个点子同学都可以学一下。对啊，这样其实是有帮助记忆的、啊。对啊，这样蓝色就不会忘记是铜了。可是旁边人应该会觉得我很吵哦、喔应该还好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，不要再聊下去，再聊下去可能节目就超过好多分钟了。好，那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好，那记得要订阅我们的影片哦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